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奉主的命在这个地方来到聚集，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美好的地方，也都有这样的自由，一同的来到在神的圣殿来到敬拜我们这位的神。我们心里面很欢喜快乐，因为实在这个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好好地将我们的心收拾，或者过去大家都可能有不同的忙碌，或者甚至有些心境要面对很多的或者挂虑，都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交托给神，给我们心里面这段时间可以很平静的很清心的来到去敬拜我们的神。圣经里面这么说，他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醒起，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极早醒起。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的心灵能够醒起，很醒神的来到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用诗歌来到去歌颂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唱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谦卑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我们向神的敬拜。我们一起唱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神啊，你是那位至高至大的神，我们多谢你容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因为你竟然是那么伟大，我们也都看到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但你仍然容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可以来到亲近你。主啊，你是那位荣耀尊贵的神，你都没有嫌弃我们人的卑微，你都容让我们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
你都开出一条嘅通道，叫我哋可以嚟到你嘅跟前，亲近你，敬拜你。我哋为着你呢一份咁大嘅恩典，我哋多谢你。我哋今天嚟到你嘅面前，求主你掌管我哋嘅心灵，俾我哋嘅心能够有一份嘅敬意，俾我哋知道主你欢喜我哋用心灵诚实嚟到敬拜你。俾我哋知道，当我哋嚟到你嘅跟前嘅时候，主啊，我哋可以嚟到透过唔同嘅方式嚟到去表达我哋对你嗰份嘅敬意。主啊，我哋愿意歌唱，我哋愿意喺你面前安静嘅嚟到祷告，将我哋嘅心声嚟到献上俾你，亦都让我哋嘅心灵可以平静安稳嘅喺你面前嚟到领受你俾我哋属天嗰种嘅福分，俾我哋知道主你与我哋同在。俾我哋知道主你是那位眷顾我哋嘅神，就算我哋喺人生嘅道路当中有难行嘅道路，有难过嘅日子，主啊，你都俾我哋知道你是眷顾同在、施恩怜悯嘅神，俾我哋能够将我哋一切心里面嘅重担、忧虑都可以交托俾你，因为你是那位天天嚟到。可以背负我哋重担嘅主，求主你临界喺我哋整个嘅会场嘅里边，亦都充满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灵，让我哋今天嘅敬拜能够得到你嘅喜悦，亦都能够领受到从你而嚟嗰份属天嘅福分，我哋能够好饱足嘅嚟到去享受呢一段嘅时间。我哋将整个聚会再一次嘅嚟到交托献上，求主你喺当中施恩赐福。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到攻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各位请坐。我们今天会一起的唱一首诗歌，来到去坚定我们的信心。这首诗歌叫《坚定相信》。神欢喜我们呢，是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来到去倚靠祂。人生我们知道呢，很多的倚靠呢都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可能一时可能给我们一种的，好像觉得有一种的保障，但是真正的保障、真正的安全是神，在神那里。我们一起来到唱这首诗歌《坚定相信》。有时寒夜来借衣，烟雾人白前路。有时黑昏真无意，白昼竟亦似雾。当记得我看天父，他慈爱地看顾。
咧再唱一次副歌嘅时候咧，坚定我哋信心。虽然间好多嘢咧，可能我哋觉得咧好似我哋好难去面对吓，或者咧我哋都有一种咧我哋觉得无助嘅感觉。但咧呢位嘅神咧，佢永远系嗰位眷我哋嘅神吓，让我哋一齐嘅坚心嘅嚟到去相信佢吓。副歌一二三。坚定的相信，山水听祷告。坚定的相信，不要失望。你但知虽然极重，受苦有压心头，要记住。佢垂听祷告，我一齐嚟到攻读《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神独生子，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到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必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由我哋由诗班嚟到献唱，今日所唱嘅诗歌叫做《感激你》。Oh,
大家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谢神的恩典啊！短短嘅时间讲俾潘牧师听，今日嘅主题系乜咧？佢可以咧带你哋颂赞神，唱两首诗咧，好适应今日嘅主题吓，真噶。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虽然很荣繁、很荣美、很丰富、很充足，但是都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社会，真是今天不知天日的事。我们的心情可能有喜乐，满面笑容，心里面是那种喜悦，那种欢呼，真的不是言语可以能够表达的。但是我们的心情也都有喜乐，有高也都有低。但是我们怎样可以能够拥有一个永远的喜乐，不会常常有喜有乐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秘诀，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寻求。当然大家弟兄姊妹，无论你怎么学怎么寻都好，在这个世界上呢，不是完美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少之不免，我们有挣扎，我们会有烦恼，我们会有缺乏，我们有贫乏。世间的事呢，不如的事情十之八九。但是当我们处于一个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大家姐妹，我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在我们心目中里面，虽然是很烦扰，但是我们会继续去寻求，寻求神在真理里面给我们一个答案。你说是吗？寻求神不只是给我们一个答案，更加给我们一个希望，给我们可以能够依靠他。在诗篇里面有个诗人，他写了几首诗，有一首诗就是诗篇73篇。在这一篇里面，他描写到他自己的那种感受，那种心情，那种身处的处境，他的烦扰。但是当他在这个无奈的情况之下，一个不可以能够解决面对的处境的时候呢，他突然间他得到神给他的启示，他觉悟到啊，他觉悟到原来一切一切都有神自己的安排。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里面应该常常感谢神。我们大家打开圣经，看一看诗篇73篇，看看这诗人啊，怎样跟我们分享他心里面的感受，他所得到的觉悟啊，怎样可以帮助他能够在困境里面，不只是得到盼望，也都有一种极大的安慰，因为他已经得到依靠。咁呢个依靠系从边度嚟嘅呢？我哋睇一睇，
在第一節話，佢咁寫啊，佢話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你睇到佢寫呢句少少一句咧，意味深長啊，弟兄姊妹，我哋睇聖經咧，要逐個逐個字嚟睇啊。邊個恩待我哋咧？唔係我哋自己嘅親屬，唔係我哋自己喺世界上可以依靠嘅人，亦唔係我哋嘅老闆，而係我哋唯一嘅真神。恩待喎，唔止話恩待啊，實實在在啊！呢、這個啊，詩人咧，我話俾你聽啦，佢心裏邊咧係曾經有過呢個疑惑啊，佢心裏邊有嗰種感受啊，令到佢啊左擺右擺啊，佢唔知點樣去想，點樣去尋求，佢尋唔到呢個答案啊！但係終於咧，佢一個覺悟咧，就俾佢真正嘅知道。原来我们的神啊，是实实在在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祂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神，是实实在在的，是恩待我们。恩待呢，不是只是待而已，这么简单。就算我们不值得，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无微不至永远是爱护我们的神、啊、但是你看真下少少一句呢，真的、啊、可以给我们一生的学习。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哇，神的子民、啊、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但是呢，看下面怎么说、啊、下面怎么说、啊、看下那些清心的人，是不是所有的子民都是清心的？我可以说是，我说得不是，可能、啊、大家都知道，有清心的人呢，有时都会走错路的，是吧？但走错路呢，不一定是绝路来的。如果你是一个 freeway 呢，在公路啊行嗰時咧，啊！睇住對面嗰啲車咧向住你嚟嘅，你會點啊？你會點啊？嚇、啊？你會點啊？你會停啊？你停已經好噶啦，話俾你聽啦。因為咧兩邊架車同樣速度咁嚟啊，個撞力係咪啊更加重啊？你停咧最差人就減少一半嘅受傷啦，係咪啊？最好就係咩啊？啊！你係啊 ，U turn 啊！不過你都要揾時機喎，唔好等到你真係絕路嘅時候，已經到你面前就嚟碰你先嘛！我要 U turn 啊，要乜嘢啊？嗰陣時已經 U 唔到啦，你係咪？我哋要走啊！有時真係要走啊！真係祈禱啊，要逃避啊！逃避呢個冇咁嘅困境啊！所以大家因為神嘅原來咧，神俾我哋一個清心，有清心嘅人咧，都唔係你每日都能夠過著一個清心嘅生活嘅。有啲清心嘅人咧，佢哋真係咧能夠緊守神俾佢哋嘅話語，堅定佢哋嘅信心。但有啲咧，有時咧都會左擺右移喎。你係咪先啊？你哋會唔會啊？會啊，係咪？有啲咧，因為左擺右移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咧臨崖勒馬，就會點啊？回頭是路噶啦。但有啲咧臨崖勒馬仍然係咩啊？喺呢個崖度咧繼續徘徊喎，嚇！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嚇！兜翻轉頭嗰時咧，可能你喺下邊都唔頂啊！百年身啊嘛～人有几多岁啊？其实系咩？人生七十古嚟轻系嘛？所以我哋要快啲回头啊！咁佢呢度呢句咧，真系俾我哋好大嘅启示。咁我自己问啦，吓点解呢个诗人会咁样谂、咁样问嘅咧？呢个系我第一个问号。点解会咁谂嘅咧？
咁第二个我想问咧就系、是，哇！佢呢度话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咁清心嘅人系点样嘅人呢？你哋有冇谂过啊？有冇谂过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咁讲又识讲啊，背又识背啊。我问你啊，咩叫清心嘅人呢？慢慢睇下吓。第三呢，咁神啊，佢恩待啲清心嘅人，恩待乜嘢呢？我哋所得到嘅好处又系乜嘢呢？一句啊，可以俾我哋好多嘅启示，亦都好俾我哋好多嘅追求。沉默啊！咁呢个诗人呢，佢讲呢句之后呢，就俾我哋一个开始，一个思想啊，昼夜思想嘅一种愿意追求答案，真实神俾我哋嘅真理嘅觉悟。咁佢跟住话第二节佢点讲啊？佢话第二节话：指我，我的脚几乎啊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啊！你知唔知啊？大家你知唔知？佢感觉到神好恩待嘅咧，佢第一点就喺呢度啦。一个清心嘅人咧，可能都会有一个失足嘅机会，有失足嘅时机。我哋要小心啊！我哋要咩啊？脚踏实地。千祈唔好踩喺嗰啲咩啊？咩最滑噶？你估啊？你哋有冇滑过啊？我试过滑过啊！俾你听，香港啊，嗰啲人咧食香蕉，你估点啊？咁我人咧有细路仔咧，我人系咁样，我百厌嘅人嘅，就系喐动嘅人，咪走咯！哈，点样踩咗踩一半啊？唔系成只啊，踩一半啊，嘣！真系跌咗个头咧，都损晒，牙都崩咗少少啊！但佢呢度话咩啊？至于我的脚几乎闪失，未曾犯到错，未曾犯到罪，几乎啫。佢跟住点啊？我的脚险些滑跌，唔系跌到啊，滑跌啊！如果你脚踏实地嘅时候，你会唔会跌啊？好少机会啊！我听。但是因为啊这个滑的缘故呢，去香蕉皮啊那些不应该的，不应该要那些啊。你呢，如果你搭咗落去呢，仲唔知沉迷咗落去的话呢，包你跌。我哋唔好学啊世上的各种智慧点去啊，将自己能够达到成功啊，不择手段好多咁嘅嘢啊。反而咧，我要講嗰只牛俾你聽下。呢個可能只牛啊，嚇！只牛咧，好衰唔衰個主人就帶佢飲水啊。咁啊飲下咧，佢又唔覺得自己啊喺個井度，又飲唔到個井咁深係嘛？佢攞條頸落去咧，咁睇到個有隻牛喺下邊喎。佢話：牛啊牛啊！你好多水啊，分啲俾我啊！嗰只牛啊，牛啊牛啊，啊好多水啊，分啲俾我啦。咁佢话唔系俾你，俾我啊，你一齐饮啦咁个。咁我跳落嚟啦，咁佢跳落去，点样跳落去咧？嗰啲水咧，啊真系饮啊饮到啊，但佢上唔到翻嚟啊。好彩呢个井咧就好都唔系好深嘅。啊，咁啊点好呢？咁呢个世界真系离谱啊！我跌咗落个井度，啊，我主人都唔理我啊嘛！啊，呢个世界啲人都系冇爱心咁嘅，佢就埋怨啊，喺度埋怨。咁突然间咧，好衰唔衰咧？你知呢个世界乜人都有啊嘛？有啲人咧见到有个井喺度咧，将垃圾喺度抌落去咯。咁開初嘅時候咧，佢係埋怨啦嚇，咦有似你啊！我已經有咁辛苦喺呢個困境裏邊啦，你仲抌垃圾喺我度係咪？要揈佢嘅咁，跟住佢揈咗幾下咧，佢就諗啊，唉埋乜怨咧？身喺呢個處境裏邊，喺呢個時候咧，我應該思想一下，
怎樣可以能夠走翻出呢個困境啊？佢話唔好俾呢啲污糟邋遢嘅嘢咧，令到我個心境咧得到煩擾。咁喺嗰次之後咧，有垃圾掹落嚟咧，你估佢點啊？佢唔係揈咗佢，唔係啊，唔係話見到垃圾咧就啊好啊好啊，睇冇嘢食，因為佢肚餓啊嘛，係嘛？冇草都食垃圾都好啦，係嘛？啊！佢諗到啊，就係、是、我一定要超過垃圾，我唔能夠俾垃圾咧環繞住我哋，環繞住我嚇、啊，吸佢即係遮住我。咁啊，見到垃圾嚟嘅時候咧，佢用四隻腳啊，咪踏落啲垃圾度咯。有垃圾咧，佢又踏啊踏踏落去啦，踏住只腳度咯。因為佢永遠都係垃圾嘅之上啊。咁啊，一日過一日咯。過幾個日子之後咧，突然間咧，你估啲牛睇到乜嘢啊？你估睇到乜嘢？睇到個地喎！大家弟兄們，我哋要學牛啊！唔好俾我哋個環境污糟邋遢嘅環境咧雜染啊，同遊客喎，反而好似牛咁咧，要放我哋咧嗰啲垃圾嘅嘢咧喺我哋嘅底度，我哋要超過垃圾。當我哋能夠有咁嘅警一個警惕警悟嘅時候咧，我哋能夠慢慢慢慢咧，就更加提高我哋自己嘅生活嘅水平，提高我哋自己嘅同神嘅更加親近嘅境界。嚇、啊！咁佢點解會咁樣諗咧？嚇、啊！因為佢。大家你知唔知佢差啲就滑跌咗？人好多时候，好多时候就受到呢个世界上嘅诱惑同埋试探。你睇佢受到咩试探啊？嗱，佢呢度话咧，佢话我见到恶人、狂傲人咧，哈，佢哋就平安大吉嘅，吓仲唔止喎，吓佢哋啊平平安安地死添。我師母咧，佢好感謝神。我哋媽媽咧，啊師母嘅太太，師母嘅阿媽，啊臨死嘅時候102歲，我哋兩個企喺個牀邊度咧，睇住佢慢慢慢慢離開呢個世界，翻去天父裏邊。哇！佢個面咧，嗰種安詳啊！真係我都想要死啊！冇痛苦嘅死，大家你知唔？佢哋嘅氣力啊，都好壯健，但係佢哋心裏面就感到好唔平安啊！點解咧？因為佢有個埋怨嘅心喺嗰時候啊！佢埋怨乜嘢咧？佢話好唔公平啊！點解咁啲咁嘅人咧，唔值得被愛，唔值得能夠得到你嘅？祝福的人呢反而呢平平安安万事如意的。是吧你继续看下的时候呢他说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亦都不受到灾害啊或者呢那些骄傲啊他们感觉到很骄傲因为他自己得胜啊甚至呢将他的那些骄傲呢好像戴在自己的身上那条颈链给人看啊你看我几好你说我不应该做这些事啊、不择手段，你睇我啦，我冇事啊，我仲好过你。你睇下边点讲？他的眼睛咧因睇半啊，吓、啊！中国人话咩啊？你讲你心情愉快嘅时候咧，就会咩啊？嘴肥噶啦，啊！嗱、啊，佢呢度咧，佢话他们的眼睛因睇半而突出啊，所以他所得过的，他们得过的。多過於心裏所想的，哇！佢哋已經要呢個還富貴華榮華嘅啦。佢哋所想嘅唔知話得到啊，梗係得到更多。如果你喺個身處於一個困境嘅人啊，見到人哋咧，反而咧真係萬事如意嘅，仲多過佢所想著嘅。你心裏邊嘅感受係點啊？呢個詩人嘅感受就係咁啊。他們讥笑人，憑惡意説欺。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啊，
他们的口咩啊？亵渎噶嘛？咩毒啊？呢个呢个咩字啊？系咪啊？我讲得啱唔啱啊？啊、okay. ！上天他们的舌头毁谤全地啊！所以咧，睇到佢真系冇嘅，不可一世啊！佢哋嗱，大家你知冇？虽然我哋可能冇咁差，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有时候都夸张一下话啊！我哋银行有几多钱啊？我哋自己我咪睇我嘅靓车啱买噶咁啊！或者都感觉到好好咩啊？有啲骄傲啊！自己喺呢个生黑生活里边有咁嘅成就啊！啊！但系当我哋咁想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候就会陷入咗呢个处境，好容易就会滑倒噶啦。仲唔止喎？你睇佢点讲？佢唔止话埋怨啊，神唔公平，即系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太唔公平啦。佢仲埋怨乜嘢？埋怨乜嘢咧？你睇第十节点讲？佢话神嘅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他们说呢、这个他们说咧就是、神嘅民啦。神怎能晓得？如果系外邦人唔信神嘅人咧，佢就唔会话神怎能晓得噶啦。至高者啊，显能有知识呢？大家你知冇？头先我讲俾你听嘅，第一次佢点讲？佢话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嘛。喺呢度睇到我哋系咧第十节啊。喺嗰个时候咧，你见到好多神嘅子民咧，佢失去咗一个清心嘅生活啊！佢哋同流合污啊！你睇佢点讲？佢哋唔止话可唔可以上翻啲十节？唔该吓，佢哋唔止话吓，我要从啊回到啊！你睇佢点讲？所以神的子民归到啊，这里归到这里咩？这里呢个世界啊，吓佢唔系归回，系归到啊！佢哋本来已经离开啊，离开到一个地方咧，系个圣洁，系一个好嘅地方，系一个与神同在嘅地方。但佢哋咧归回这里，喺呢个世界同流合污。盡情地爭取世界上的榮華富貴，甚至呢當神都不是神，不知道啊。嗱，呢個詩人呢就係、是、呢個第二個嘅埋怨啦。第一，佢覺得真係唔公平，點解佢哋咁好咧，我哋咁衰咧？第二咧，佢覺得你睇下，連你自己嘅子民有啲啊，都失去咗佢哋清心嘅生活啦。大家你知唔知？仲唔止啊！你睇第三个点讲？佢你睇下，呢啲就系恶人。佢哋既然常享安逸啊，啊财宝咧越嚟越多啊，吓我实在徒然清洁了我的心，徒然洗咩啊？洗手表达无辜啊！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罚。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对你的听众子，奸诈意思就是出卖我自己的子民。他想讲出来，他想讲什么，讲给他们听，他的感受，但他说，他说如果我这样讲的时候，好像跟他们有分离，好像对他们不绝。但是不讲呢，他跟着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呢？眼看实是为难，即是看不明白。點解會咁嘅情況之下呢？大家知唔知？佢呢度啊，呢個詩人咧，有時好似我哋會同佢有同樣嘅感受啊！你見到啊，其他嘅弟兄姊妹啊，或者外邊嗰啲唔咩信主嘅人咧，佢哋真係好繁榮嘅，樣樣都好似即係完全順利嘅啊，冇一個。
一个困苦的环境啊。咁你心里边啊，你会唔会有咁谂啊？有时候，啊，我跟随神，我要过着一个圣洁嘅生活，啊，我样样都倚靠神，我样样都跟随神，啊，学啊跟随佢嘅真理，俾我嘅教导。我觉得真系好似白费一样啊！神点解唔恩待我呢？反而系恩待嗰啲，反而系啊，令到其他唔应该值得恩待嘅人咧，得到咁嘅好处咧。你哋会唔会啊？你哋知唔知点解呢个诗人啊？佢讲一句话。我几乎啊，我争一啲啊，失足啊，滑跌啊，但我冇，你知点解？因为佢啊醒悟咗啊佢，佢点样醒悟？佢醒悟乜嘢呢？你大家睇下，佢话等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在这里呢就没有英文翻译那么清楚，英文翻译到就是什么新译本都是、啊、当我进入了神的 圣所，即是什么呢？当我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呢我就看到啊，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的荣华富贵、啊、他们的得戚、啊、不是一个永恒的事，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事。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什么恶有恶报，但是呢下面有一句什么，只不过是什么时辰未到，是不是中国人呢就得到你自己应得的结局了。你看看下面都说了，他说你即是说那些人实在把他们，你就是神，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心轮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呢成为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哇，大家你知道暂时的，我们不要看人家交通多漂亮，告诉你听了，我儿子读书在 Mitchell 读书的时候呢，那些屋那里的屋很便宜，不是好像这样，我计条数呢买一间，他有个 roommate 呢，我还省一些钱，那就好了，是不是、啊、怎么想不到呢，已经便宜了呢， 过读完书的时候呢跌得更便宜，一半钱都拿不回了，那就租出去了，怎么知道呢，还以为有些收入、啊、四个礼拜前、啊、住那个、啊、他煮的东西火烧、啊、转眼间就好像什么云散啊，烟消。而家我即系一身计啊，虽然有烟疏，都唔系咁简单啊，系嘛？啊，你睇下啦。跟住下边话人睡醒了，怎样看梦？大家兄姊妹，我哋呢个世界上一切嘅嘢咧，好似梦咁样嘅嘢。当你即系醒悟嘅时候咧，谂翻下咧，你会点样睇你以往所思想嘅、所追求嘅咧？只不过真是一个梦来的。看下面怎么说，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不是说我们的神睡觉的意思，时间到的时候、神都不会看着他们所世界所得到的、所建立的、所能够值得他们这样的人夸张的一切，神不会看重的。这些就是他的觉悟，他醒觉到。虽然他心里面感觉到就是很酸溜溜，你知道、就是啊、为什么他们这么好，我这么差、啊、但他看过就是、啊、为什么我以前这么蠢的呢，为什么我要埋怨呢、啊、埋怨这样的东西呢，他说你看看，我真的愚昧无知，好像畜生一样。大家你知道
我哋要记住，我哋唔好睇呢个世界。你睇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你就要觉得唔公平。你睇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你就睇唔到神噶啦。你睇唔到神嘅时候咧，你就唔可以同神有个好好嘅亲近。你同神冇个好好亲近嘅时候咧，你就唔知道佢神嘅旨意喺你嘅当中里边。当你唔知道神嘅旨意嘅时候咧，你就会徘徊、失望、挣扎，唔可以能够睇到神嘅恩待喺你嘅生命里边。你大家睇到三样嘢，第三样啊，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呢、这个诗人咧，当佢醒觉以后啊，佢发觉到有三样嘢。三样嘢，神系俾佢真系恩待佢一个清心嘅人啊！清心嘅人系乜嘢咧？大家知唔知？如果你有机会咧，重新睇呢个一篇一篇咁啊，一节一节咁睇落去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到一个清心嘅人咧，莫过于一个愿意亲近神嘅人，愿意跟随神嘅真理嘅人，愿意与神同行，愿意顺服喺神嘅真理之下的人，生活是一个洁净生活的人，这个就是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呢，神会恩待三样很重要的东西。你看下面怎么说，下面说、然而 我常与你同在，你什么？你这个什么字啊？我唔识读啊呢个字啊！你揸住我右手啊，啲意思系嘛？啊 ，calm 住啊 ，OK， 我仲要喺呢个财咗，我又啊，你揸啊 ，calm 住我右手，你要以你的训练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大家听住咪？呢个系第一个神恩待我哋一个清心嘅人啊！唔止话啊，我哋知道神是跟我们很接近，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与你同在，不是我们经常说神与我们同在，是吗？是吗？这个是一个知识、啊、但是我说，如果我说我与神同在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就是生活的体会和经验、啊、你说是吗？神与我同在，这个是一个知识，圣经的真理。但我哋讲到话，我常与神同在嘅时候咧，哇！呢、这个就系生活里边嘅真正嘅感受同埋体会啦。神与你真真正正心与心嘅联系，永远在一起、啊、所以大家弟兄们，当你讲到话神同你嘅关系嘅时候咧，我劝勉你哋啊，多啲讲我常与神同在。咁嘅时候咧，你就会表达到你自己同神嘅一种亲密嘅关系。佢跟住话喎，你要以你的训练引导我吓、啊，因为我睇到啊，当我哋愿意同神同在嘅时候咧，我哋同神同在嘅时候，我哋有一个真正嘅目标，有真正嘅目的喺我哋嘅人生嘅过程里面，我哋唔会行差踏错。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意，给我们可以走这个走义路 的时刻、啊、跟着说你怎么说、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有谁呢？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人。大家都听过这首歌是吧、啊、除你以外是吧？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真神，坚定信心，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与神同在的、啊、大家你知道吗？最后一样，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最后一样，你看最后那节第二十七至十八节那里怎么说、啊、上帝麻烦、啊
第二十八节话：但我亲近神，是以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一切的作为。大家弟兄们，神恩待我哋，因为佢喺我哋嘅避难所，我哋唔使惊惶，我哋唔使怕。除他以外，别无他神。有佢喺度咧，我哋咧万事都咩啊，搞得掂。总之系喺神嘅旨意里边。最后，神俾好恩待我哋。你睇咗你咩点讲？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大家知唔知？你谂下啦。当你有个清心嘅心啊，当你有个清心嘅行为，当你有个清心嘅人生生活嘅时候咧，神就会使用你，叫你啊有一个可以述说神在你生活里面，在你生活里面所一切的作为，做一个好好的见证。你说是不是先？我的时间真的不是很多，我准备的多过我所以跟你们分享的。不过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恩待我们。但我怎么得到他的恩待呢？我哋做一个清心嘅人，愿意亲近佢、跟随佢，以佢嘅真理咧，成为我哋嘅目标，成为我哋人生嘅真理、真理嘅路。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喺呢时候我哋将我哋嘅心怀意念都交上。虽然呢个世界上俾我哋好大嘅诱惑，亦都俾我哋睇到好多好多嘅事情，我哋所想要嘅，但我哋得唔到，反而好多唔应该值得得到嘅，佢哋得到嘅系更加丰富。但系求神帮助我哋，唔好睇呢个世界，我哋要仰望你，求主你帮助我哋，心里明白你实实在在嘅系咁恩待我哋呢个存有清心嘅人。我哋感恩，我哋感恩祷告，系奉赖主耶稣嘅圣名求，阿门。我哋感谢神，要多谢林牧师啊，将呢篇嘅诗篇咧，系同我哋讲解到好清楚吓。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我们需要面对，也都不容易，因为这个世界太多引诱，太多试探，太多困难。有时候我们怎样去打这一场面对世界的战争呢？就是那个属灵的战争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战争呢，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呢，当有困难来的时候，当有试诱来的时候呢，就是怎样面对呢？很多时候都不是说单单去面对战场打不打胜仗，在平时你怎样在练靶场那里练习好，然后才可以有把握去到战场那里打胜仗。一样，如果平时我们很少亲近神，很少去在神那里支取力量和他的话语来到帮助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是彷徨失措，因为平时很少练靶。okay， 所以好好的每一天亲近神，不单止礼拜日亲近神，每一天都亲近神，预备好自己来到面对一个这样熟练的战争。好，我们也有奉献来到继续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金钱来到去参与这个奉献。在奉献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到唱一首的诗歌，好不好吗？OK， 可能有啲故障。
OK， 唔緊要啦，或者咧都喺奉獻嘅時間裏邊咧，或者我做一啲報告好嘛，一啲報告嚇。好喺呢度咧，都係代表教會嚟到歡迎代表教會嚟到歡迎每一位參加主崇拜嘅弟兄姊妹嚇。咁樣今日咧我哋都有一啲新嚟嘅朋友喺外當中。我哋有一位叫做姓任嘅嚇，任慧成先生，姓任嘅先生，任先生可唔可以企身邊我哋歡迎一下喺嗰邊歡迎你嚇。歡迎任先生，我當中好咁咧就秩序表嗰度咧都有報告事項噶啦。咁今次咧好簡單嚇，咁我就唔詳細講啦。不過咧就主要咧就係晏晝我哋會有事工小組開會啊，3:30啊喺教會開啊。然後咧就新嘅一期嘅Sumba。運動班咧就會喺9月11日先開始嚇，即係呢兩個禮拜咧係會停一停嘅嚇。咁啊9月11日開始，咁如果你歡喜做運動嘅，咁可以報名嚟到參加啊。讓我哋都每一個禮拜好好嘅預備好我哋嘅心嚟到嚟到呢個地方嚟到敬拜神啊。咁讓我哋好好嘅親近神，等我哋心靈能夠咧得到神俾我哋各方面嘅力量啊，话语嘅供应，以致我哋咧可以知道点样去面对我哋呢个咁复杂嘅世界。好，我哋同佢站立，我哋一齐先唱呢个献礼文啊。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也从主而来。你是一位施恩怜悯的神，我们都是一班蒙恩的人，每一天你给我们的看顾供应，使到我们在生命里面常常有你给我们各方面的赐予，让我们好的来到享受，当我们享受之余，求主你都给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让我们能够领受了之后对你有一份感激的心，亦都知道怎样去回应你这份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常常因着你给我们的恩，我们可以来到见证你为你而活，更加知道怎样来到去宣扬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多谢你给我们一起有机会参与这个奉献，让我们能够所摆上的都能够在你的祝福里面是成为更多人生命的恩惠，我们诚心的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现站立一起唱赞美诗。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之后欢迎大家落到罗马饭堂，我们有少少的茶点，让我们一起可以彼此的问安，彼此的倾谈，愿神祝福大家。